照三餐刷牙还是有敏感性牙齿，最简单补救法靠这四招。张小姐不禁想住，自己那么努力刷牙，难道还不够吗？而小陈则面临不同的情形。身为上班族的小陈，平日常常觉得工作很苦闷，只有在中午饭后来一杯手摇茶才觉得心情舒畅。最近小陈开始觉得牙齿怪怪的，居然连喝水也出现牙齿痛的状况。牙齿珐琅质受损难以复原，牙齿酸痛将如影随形。张小姐与小陈其实都是敏感性牙齿，事实上经调查，有五成以上成年人受到敏感性牙齿的困扰而影响生活。注意，什么是敏感性牙齿？敏感性牙齿并不是过敏，而是因为牙齿受损。健康的牙齿最外层是珐琅质，负责保护牙齿健康。如果珐琅质受损，就有可能让内层的牙本质外露。牙本质包含许多牙本质小管，这些牙本质小管里有住许多牙神经的末梢分布其中，如果受到外界刺激，就会反应给最内层牙髓腔内的神经，引起各种酸、麻、抽痛等不适的感觉。更重要的是，珐琅质一旦受损，就很难自行复原，这时候牙齿酸痛的状况就会如影随形跟住你。想要解决这个令人困扰的情况，就必须要采取行动，改变不正确的生活习惯才行。哪些不正确的生活习惯会造成敏感性牙齿呢？事实上，不正确的刷牙方式会损害珐琅质，让牙本质外露，爱吃爱喝酸性饮食，让口腔长期暴露在酸性环境中，会不断侵蚀牙齿。经常啃咬骨头、甘蔗等偏硬的食物，会造成牙齿受损。夜间磨牙、使用牙粉等也都可能会伤害牙齿结构，让你变成敏感性牙齿。先进 NovaLean 技术有效修护受损部位。如果敏感性牙齿是因为牙本质小管外露，让末梢牙神经受到外界刺激造成，那么最简单的补救法就是保护好牙本质不受外界影响，这正是是受敏感性牙膏的基本原理。先进的 NovaLean 技术能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有效隔绝牙本质受到外界刺激，并可持续修复敏感性牙齿，并有助于保护敏感部位，
不再进一步受到损伤。NovaMin 技术还能缓解敏感性牙齿的疼痛，主要原理在于找出牙齿上出现敏感性疼痛的脆弱部位，再加以修护。一般市售抗敏感牙膏多半针对减缓牙神经反应酸痛的原理助手，例如含有矿物质钾，能阻断来自神经的疼痛讯息，只要持续使用，便能长时间降低疼痛带来的不适。而具有 NovaMin 技术的牙膏则还能为牙齿多加上一道保护层，守护你的牙齿健康。NovaMin 技术脱胎自先进骨再生技术，Discovery 频道专辑有特别介绍舒酸锭。 NovaMin 这个先进的牙齿修护技术其实脱胎自骨骼与关节重建所需的骨再生技术。科学家为了要寻找能长期替代受损骨骼与关节又不会被身体排斥的植入材料，最后研发出了生物玻璃。生物玻璃是一种可以随着身体不同部位需要而塑形，又不会被人体免疫系统视为外来物而攻击的研发成果。中老年人经常面临的退化性关节炎，往往可以用关节置换手术加以治疗，这正是因为有了生物玻璃才得以实现，这在5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事。 NovaMin 技术正是从骨再生技术得到灵感，开发出含有钙与磷酸盐离子的牙膏。当有敏感性牙齿困扰的人使用 NovaMin 技术开发的牙膏，就能在牙齿表面形成矿物保护层，形成保护牙本质不受外界影响的屏障。牙本质小管不再受到外界刺激，敏感性牙齿的酸、抽、痛情形就能获得改善。预防敏感性牙齿的4个方法。想要预防敏感性牙齿，必须要做好下列几件事情。1. 正确刷牙习惯，不要用力刷牙，也不要大范围横向刷牙。采用背式刷牙法仔细清洁牙齿，避免造成牙齿受损。2. 小心酸性食物，酸性食物可能酸蚀牙齿的珐琅质，例如果汁、葡萄酒、含醋沙拉酱和清凉饮料。3. 使用 NovaMin 技术的牙膏，舒酸锭专业修复抗敏牙膏可在敏感性牙齿部位建构坚韧的类氢氧磷灰饰层，包覆外露的牙本质小管。
持续修护受损珐琅质，形成更坚硬的保护层，避免牙本质小管接触外界，降低敏感性酸痛发生。四，定期拜访牙医师，由牙医师协助定期洁牙，给予牙齿保健专业建议，维护你的牙齿健康。